给大家分享一部犯罪动作电影《杀手李某》。影片在泰国和西双版纳实地取景，讲述了女杀手李某童年时亲眼看到父母被贩毒团伙杀害，自己被光头强所救，之后不断精进武艺，成为一代绝世杀手，深入毒巢，铲除毒枭，替父报仇的故事。本片不同于其他的犯罪片，《杀手李某》更多的展现了主人公李某的个人成长历程，还有犯罪组织内部的激流暗涌。在视觉上，《杀手李某》更是将电影的暴力美学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堪称中国版的《杀死比尔》。除此之外，杀手李某还有着细腻的情感脉络，冷酷干练的王牌杀手和淳朴善良的乡村教师之间的反差爱情。杀手李某更是有着相当豪华的演出阵容，出演李某的是青年演员刘娜萍，她在曾经炙手可热的谍战剧《胭脂》中饰演美女特工柳思思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杀手李某的动作班底启用的是香港著名的动作班底袁家班，他可是曾执导《醉拳》《黄飞鸿》系列《卧虎藏龙》《功夫》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优秀作品哦。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，喜欢请关注转发哦，我们下期再聊。